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不从门进入羊栈而从别处爬进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名字呼喊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的面前，羊也跟随了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定得救，可以进可以出，也可以找到草场。盗贼进来无非是为了偷窃、杀害、毁灭，我来的目的却是为使他们获得生命，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读经一跟读经二记载的是圣伯多禄在初期教会里头他做的见证。当然他们也面临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所以初期教会也面对这样的一个建立团体有很辛苦，很不容易，所以很困难。但是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他们回顾借着中途门的这个传递，他们回顾到那一位被钉死的，那一位曾经来到世界上的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一个牧人。所说的牧人，我们知道为犹太人他们很好懂，因为他们是这个游牧民族，所以养羊、羊牛等等之类，这些是他们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感受到在耶稣身上有这样的一个保护他们的、照顾他们的、爱护他们的一个善牧。
当然他们因为祈祷，因为跟耶稣的来往，而且这个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就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照顾他们的一个牧人。而耶稣也在他的跟刚才我们听到的第十章讲到的这个牧人的比喻，他就很清楚的已经很早就已经讲了，他是那一位跟羊有很密切关系的好牧羊。这样的一个好牧羊带来给的就是会在辽阔的平原上，在山边的羊站里，会继续不断的照顾陪伴着这些他照顾的羊群。耶稣就是不仅把所有的羊群领到茂盛的土地、充足的水源的使命，他还要继续不断的看顾他们。我们在旧约里头，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厄兹格尔先知，他在非常棒的这个上主为牧者的这个叙述当中，他怎么样的叙述了这一位牧者，他是怎么样的？巫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有如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个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怎样寻找我的羊。我要把那些曾经在阴云和黑暗之地四散各地的羊，从那些地方找回来。我要从各民族中将他们领出，从各国将他们聚集起来，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域。我要在以色列的全山上、溪水旁以及本国的一些牧场上牧放他们。我要在茂盛的草原上牧放他们，在以色列的高山上有他们的羊站，在那里他们要卧在舒适的羊站里，在以色列的群山上，在肥美的牧场上吃草。你看，叙述的真是棒，真是感动。如果你是这只羊，你会怎么想？还没完，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这是负面的，他不可能负面的积极的，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真意牧放他们。听了这样的一个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细心照顾、有爱而且陪伴的一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我们跟天主的来往，我们真的感受到了这一位爱我们的牧人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来往，不是吗？他真的很爱我们。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他还在旁边等待着我们，接纳我们。这就是牧者，这就是牧者，就是善牧。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刚才讲到了，我是羊的门，进来的会跟着我的，听我的声音，我开门让他进来，我陪他们出去，羊跟着我。最后今天的很棒的，在福音里面结束的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我来是为叫他们活得生命，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耶稣基督来是给我们生命，耶稣基督来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这是今天我们在庆祝这个善牧主日
很重要的一点，让我们去感受，让我们去体验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善牧。所以让我们在这样的经验当中去看去体验。好，耶稣基督今天不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不到他，他借着什么让我们感受到他爱我们？教会继续不断在执行他使命的这些神父师铎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哪一个神父影响了我，哪一个神父帮助了我，哪一个神父让我感觉到哇，生命真是美好的，在我困难的时候我找了这个神父，他帮助了我，解了我的惑，当我很高兴的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了我的喜乐等等，我生病的时候他来看我，照顾我，慰问我，不是吗？这个慰问我的神父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善牧。我们在这个神父身上，在这一位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了善牧的美，善牧的善，善牧的爱。所以今天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教宗刚刚说教会特别制定了复活节的第四个主日，善牧主日，也称它为圣召的国际圣召日，但是就是为圣召祈祷。因为你我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我回忆一下我的生命，我的灵洗也好，我的圣神父也这个入会也好，我的圣召也好，都是有神父的影响。天主就透过这些人，这些善牧，让我成为今天的我。所以教宗今天特别提到了，在这今天的这个一个文件，一封书信，那它的题目是圣召既是恩宠也是使命。教宗告诉我们，他说上主的召教是一个恩宠，一份白白赠予的礼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认识天主就是一个召教嘛，所以我们回应了他，可是这个召教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我找到了才怪，是天主给我，他把他的生命给我，所以我们接受天主给我们的爱，这就是圣召。所以今天我们会成为天主的子女，就是天主的召教，天主给我们的白白的一个礼物。教宗继续说，一个基督徒在圣神的催促之下，对那些被边缘化的人和坎坷的人生应有所感觉，对我们周遭的人，并且要牢记在心，教会的使命是天主的工作，并非单靠个人的能力，而是要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在教会的共荣中，并在教会牧者的引导之下成就，因为他要我们与他在爱的共荣中一起生活。让我们点醒了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的跟着这个善牧。那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去清楚的感受到，我也是被召教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召，别忘了是天主这个圣召不是一个工作它是一个使命。这里一个我想稍微给大家一起来做一点的这个澄清的，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神父，他不是个工作，请记得神父不是工作，神父不是职业。当一个老师，老师是个职业嘛，对不对我朝九晚五的我去，然后就给我这个薪水，然后我就这个下午下班以后我就没事了。神父不是
神父是一个使命，所以耶稣这个教宗今天特别点醒了我们，我们这个是一个使命，圣召是一个使命，圣召不是一个工作，圣召不是个职业。也就是说，我当神父是一辈子的事情，就像你们当教友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样。你离了洗以后，你回应了天主的召教，你就是天主的儿女。儿女不是一个工作，儿女是一个使命。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要不要？你不要说哦，反正我临洗的时候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我小的时候就临洗，所以呢，我不 ，no， 对不起，我很喜欢讲嘛。我身为一个，我是在印尼出生的一个华侨，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你要不要？你在哪里？你都是一个中国人，你都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教友也一样，所以这个使命，我们要去努力去感受到、体验到，而且注意到。这个使命是天主给我们的白白的一个恩宠，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努力的去，而且应该非常感恩天主召教我们，天主要我们借着这些教会，借着这些师铎们，所以它是一个礼物啊。这个礼物呢啊，教宗继续提醒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负起一种共同的使命啊！他一直在点醒我们，就是在不同处境中常常怀着喜乐做见证，以言以行，以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经验，并在他的团体在教会内喜乐的做见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责任，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神父、师铎这些度奉献生活的人，他们会有特别的使命。那么他们要为圣言，要为圣这个圣祭服务，圣事服务。那他们有很重要的。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的使命是什么？给人复洗，给人赦罪和好圣事，在这个圣祭当中怎么样的把耶稣基督的体及住耶稣基督的血做我们精神生活的食粮，这是耶稣特别拣选这些人。所以我们会今天在这里，我们会接受到天主给我们的恩宠，是因为有这些人啊，这些人我跟你们说都不完美的，都不完美的，所以不要在神父身上太过于的去要求啊。这个神父，你看，他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因为他是天主召教的。谁说应该十全十美？天主召教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哪一个十全十美的？请你告诉我。但是天主愿意透过这些人，把他的爱，把他的关怀，把他的这个陪伴带给我们，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位。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善牧主日之下，同时呢也特别注意，除了我们的圣召之外，我们也要特别为，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台湾的教会非常缺乏神父，这是事实。那我们要特别为这个祈祷，你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天主是不是也要我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圣召，这是一个很美的。我现在在这边已经，我当神父40多年了，我一点都没有后悔，相反的，我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的感恩。这是一个天主召教，是一个礼物嘛，刚才说了嘛，所以也为这些人祈祷。让这些人就像我透过了这些人得到了天主恩宠一样，那我也要为天主、为教会祈祷，求天主多一点的拣选年轻人来加入到教会，来把耶稣的爱、把耶稣的照顾、把耶稣的陪伴带给我们，带给大家。最后我也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教宗书信的最后他
他引用他的前任圣教宗保罗六世的在第一届圣召节的时候所做的祈祷。吾主耶稣，灵魂的神圣的牧者，你召教了宗徒们，要他们成为与人的渔夫，求你继续的从年轻人当中吸引热心和慷慨的人里，使他们成为追随你的人和你的牧者。求你赐给他们分享你救赎人灵的渴望，在他们的面前打开全世界的视野，好使他们回应你的召叫，继续你在世上的使命，建立你的奥体教会，并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天主，永生永王。非常高兴我们也跟教宗、前任教宗、现任教宗一起来感谢天主为我们的圣召祈祷，同时也别忘了为教会的需要，为司徒的圣召求天主的降福，让我们有更多的圣召能够承续天主爱我们的、爱世界的这个使命，把爱，把他对我们的爱，把他对我们的关怀能够传递下去。